112年2月5日15时许，本分局接获110通报，在关田区拔林火车站旁太子庙之施工现场，因建物倒塌，工人被倒塌砖墙压住，经警方及消防人员到场救护，已无生命征象。经通知家属到场指认，确认死者为66年次刘姓男子，已报警夹关相业完成，事故原因及相关责任由相关单位厘清中。